新时代首次国庆阅兵举世瞩目，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全面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最新成就的集中体现。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我们的飞机只有17架。周恩来总理说：“飞机不够，我们就飞两遍。”70年弹指一挥间，以歼20、轰六 K 等先进战机为代表，160余架飞机组成庞大的空中梯队，每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展示出新时代人民空军正以开放和自信向世界一流飞跃。 近日，国防科工记者获得难得机会，独家探访空中受阅部队，为您全方位展示空军新时代练兵备战最新成果。 歼击机梯队进入我们的视野，5架歼20、5架歼16和5架歼10C 战机组成3个歇队接受检阅。今天，中国的歼击机家族不断壮大，为夺取战场制空权增添了制胜砝码。 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由歼20、歼16、歼10C 组成的歼击机梯队，就是从这里起飞，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展现了人民空军新时代威武豪迈的崭新面貌。而阅兵式结束之后，这里的战鹰也马上奔赴祖国各地，投入演训一线。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那今年呢也是它首次参加国庆阅兵式。大家可以看到啊，它非常的帅气和漂亮，它的线条很锐利，而且涂装呢是略微泛着荧光的。在这个机头下方有一个传感器，在阳光之下呀，就像宝石一样璀璨，展示了我国空军的最新实力。 这是您第二次参加阅兵，也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是吗？对对。那您这个次参加国庆阅兵的感受是什么？一个是光荣，使命光荣；第二个觉得责任重大。之前这个空军发布了七七铜矿的宣传片，频繁的训练，对于实战化的意义有哪些呢？这次的阅兵训练对于实战化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每天阅兵的话，出动的飞机数量是很多的。 而且出动的密度非常大，在实战中，就可以很好的为实战的快速的投入战场，和战场的回收做支撑。第二个是对于人员之间的配合要求非常高，人员之间要求除了长相每秒不差，僚机也是都有非常严格的队形。如果在作战中，我们以密集队形编队出航，通过有云的战区，这个意义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的话是对于装备的考核也是比较严酷的，因为阅兵训练的话，装备的出动量很大。如果在战场中，装备单位的出动量啊，对于作战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且出动量越大，有一些个低概率的小的故障暴露都会更充分。这样的话，我们早发现、早解决，这样把装备改得更好。另外一个最后是指挥调配，是此次阅兵。
出动对指挥员的指挥调配也是一种考验，大量的机群在短时间内集结在北京的附近，这也是对指挥调配的防相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些与作战呢也有莫大的关系。 攻防兼备，空天一体，战略转型是人民空军新时代强军目标。而在我旁边的这架歼16具有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点，它既可以夺取对空优势，同时也可以对敌方的地面和水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作为新制战斗力快速提升了我国空军部队的综合作战能力。您作为歼16这次阅兵当中的最年轻的驾驶员啊，您怎么评价歼16这款飞机呢？ 可以说，歼16这款战机啊，综合了各方面的性能，既可以制空，也可以对地。对于未来战场环境来讲，它可以发挥重大的一个作战效能。制空来讲，它可以挂备目前比较先进的空空弹、格斗弹，对于打敌近距目标可以说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地啊。 具有航程远、载弹量大的一个特点，可以说对于突破岛链、前出、攻古海峡，对于下一步作战运用，可以说可以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几款对地的武器，精确打击也可以发挥制胜的效能。能够参加这样一次受阅任务，可以说也是我们团队的一项光荣。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首次参加这阅兵任务。对于整个歼16战机，也是首次飞过天安门。 对于整个团队与歼16飞机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既是一次成长，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三代战斗机，也是歼10家族最新最强的成员。歼10C啊，是首次参加了国庆阅兵，而我现在呢，在现场也是终于看到了歼10C 著名的鸭式布局。大家看，在它的前身有一对小翼，这会让它在空中更加的灵活。而更具有特色的呢，是它的棒式进气道，在这个进气道这儿呢，有一个鼓包，这也能很好的遮盖住它的这个发动机叶片，使得隐身性能变得更好。 参加这次阅兵任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我都是作为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去欣赏咱们的国庆大典，无论是空中方队也好，还是地面方队也好，而这次呢，我是有幸作为一名歼10梯队歼10中队的飞行员，亲身经历去参加阅兵任务，我非常的激动和自豪。第一个是国家的强大，装备的升级，给我的一种踏实感、安全感。 第二个是我作为我受阅的飞行员来讲，我的训练质量在提升，这是另外一种踏实感。轰炸机梯队正呼啸而来，三架轰6N，6架轰6K 分为3个3机械队。第一次亮相的轰6N 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空中授予。 这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和防区外打击。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式的空中梯队驻扎在不同的场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停放着教练机以及是轰炸机的场站，来一起看看他们的飞行情况。 身旁的呢，就是国产新型中远程轰炸机轰6K。 那轰6家族呢，作为我国轰炸机的核心力量啊，已经服役了数十年了。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全新升级的轰6K 则作为最新成员出现了。那大家看啊，轰6K 非常有特点。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机头的位置啊。 以前呢，曾经是由透明玻璃罩构成的领航员舱，而现在呢，则变成了深色的机头雷达罩，里面呢，则是最新的雷达系统。那除此之外呢，轰6K 还优化了驾驶员的人数，装备了信息化的设备，不仅可以实现凌空的投弹任务，还可以发射远程的巡航导弹，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民空军的一支利剑。
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轰炸机梯队轰六 K 飞机的驾驶员连天染中校。轰六 K 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啊，您作为他的老朋友，您怎么来介绍这一款飞机？轰六 K 飞机一直号称是战神飞机，相对于轰六老飞机来说，航程增大了很多，载弹量同时也是增大了很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很大，具备了挂载新型远程制导导弹的能力，具备了防区外打击的能力，什么奔袭啊、作战样式、作战任务都比较灵活，整个飞机操纵起来操控性能啊也比较机动灵活。您这是第几次参加阅兵？我是第一次参加阅兵。那当您驾驶着轰六 K 飞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驾驶着我们国家最先进的轰炸机飞越天安门，感觉到非常的自豪骄傲。大国长剑东风浩荡，首次登场的东风十七新型战术导弹、长剑100超音速巡航导弹、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领衔的导弹方队，将整个阅兵式推向了高潮。其中，东风26和长剑背中远程弹道导弹是唯一一款三次参加阅兵式的型号。现在，我们就来近距离领略一下它的风采吧。我是火箭军装备技术保障队总工程师曹彦明，这是我第三次参加阅兵任务。授阅装备，完成任务后，需要从阅兵的技术状态恢复到日常训练的技术状态。正在进行技术状态恢复的是东风26和长肩背导弹，由我国自主研制生产，具有海上、陆上、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通用化、集成化、信息化程度极高，是我国中远程战略打击的杀手锏武器，常被广大网友称之为东风快递。实际上，不只是参加阅兵的东风26导弹，所有授阅的战略导弹发射车都严格符合实战化要求，可在阅兵后快速投入实战。自1984年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大国建阵，次次阅兵都有新发展。93阅兵时，压轴出场的是东风31A，朱日和沙场阅兵是东风31AG，而此次压轴登场的国之重器已经升级为我国最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它具有单车集成化程度高、发射系统功能全等优势。相比以往的核导弹，它的突防能力、打击能力、生存能力都有很大提升。作为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最强象征，这款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将是今后几年中国火箭军武器库中的中流砥柱。就东风41号导弹的发射成功概率来讲，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目前，美国的发射成功概率是90%，俄罗斯是85%，而我们东风41号导弹，它的发射成功概率迄今是100%。东风41号导弹它具有7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呢，就是反应快；第二个特点是射程远。东风41号导弹是目前我现役导弹武器当中射程最远的，可以控制全球战略目标，可以对全球目标实施核反击作战。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强；第四个呢，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强；第五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命中精度高。在10000多公里的射程上，它的圆弓算偏差仅是在100米以内，可见这种高精度的命中概率可以极大的减少浮带毁伤，可以极大的保护普通的民用目标，这个在未来战争当中它是非常有意义的。第六个特点呢，就是东风41号导弹它的基本火力单元精干，就是参与作战的指挥人员、操作人员和保障人员人数比过去的相同作战性能的导弹武器来讲，它的这个人数减少了。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七个它的特点呢，它对战场的适用范围很强，它不仅可以在非等级公路上进行行军，而且对于爬坡的公路的坡度和转弯半径更加宽容。此次战略导弹方队一次性展示了48枚战略核导弹，创下中国阅兵纪录，并且授阅导弹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具有开创意义，如东风17战术导弹。
长剑100超音速巡航导弹等。那么从我们这次展示的这个导弹武器总体的这个水平来讲呢，啊，我们现在是第四代，我们现在在役的现役服役的导弹武器基本上是在第三代。那么我们从总体水平上来看，我们第四代导弹武器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第六代导弹武器的水平。那么在某些技术、某些材料、某些工艺上，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此次阅兵式上还首次公开了作为近海盾牌的鹰击12B 暗舰导弹，以及被誉为远洋长舰的鹰击18新型反舰导弹，展示了人民海军建设具备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作战能力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作为人民海军逐梦海天远海防卫的代表，歼15舰载机梯队光荣地接受了检阅。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架战机，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一代固定翼多用途舰载战斗机歼15，它具有作战半径大、机动性能好、载弹量较多等特点，可以根据不同作战任务携带多种武器，具备全空域、全海域打击能力。2012年11月23日，在辽宁舰上首次实现成功着舰，这是一支从无到有、从零起步的年轻部队。从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首次亮相至今，这支年轻的部队已经是第五次接受检阅。五次受阅，记录了我国首支航母舰载机部队的能力升级和创新突破，也见证着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作为整个航母工程的一部分，歼15今日绽放的光彩，更是中国航母从无到有、逐步走强的写照。1980年5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将军登上美国小鹰号航母，小心翼翼地探望近在咫尺的美国舰载直升机。这张让人落泪的照片，记录的是人民海军最初的航母梦。7年前，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辽宁舰入列不到2个月，中国便突破了滑跃起飞、阻拦着舰等关键技术，受到世界空前关注。2年前，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建造中型航母以及后续更大型航母的能力，中华民族百年航母梦圆。2019年9月25号，国庆前夕，首艘两栖攻击舰下水，中国进入航母加两栖攻击舰的新时代。我是舰舰潜舰导弹方队的承载员李鹏毅，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阅兵。作为新时代海军官兵，我们将努力提高打赢本领，熟练掌握手中装备，守卫祖国海防安全。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两款形似飞越海豚的导弹装备首次亮相，引起广泛关注。它就是鹰击18和鹰击18A 导弹。这些导弹装备来自承载员李鹏毅所在的舰舰前舰导弹方队。在我身后是这次受阅的装备，鹰击18和鹰击18A 导弹，是我国新一代舰载潜射反舰巡航导弹，是这两型导弹首次公开亮相，具有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毁伤威力大等特点，是人民海军反舰射敌的中坚力量。近年来，人民海军逐步发展形成了立体多维的反舰力量体系，反舰作战能力逐步提升。而巨浪系列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则体现了人民海军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作为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反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巨浪系列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一直蒙着神秘面纱，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人民海军已逐步发展成为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性军种。新型车载火炮、新型远程火箭炮和15式新型坦克作为首次公开亮相的主战装备，展现出陆军装备建设的最新成就和现代化新型陆军的风采。我们特别邀请到五次参加阅兵的一级军事长丁辉班长，今年他驾驶 99A 坦克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引领所有装备方队。我们请他来讲一讲现代化新型陆军是怎样练成的。这次呢，是我第五次参加阅兵，四次作为装备方队的头车，第一个通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我第一次参加阅兵是1999年50周年阅兵，当时啊，我开的是860步兵战车。到了2009年，我驾驶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99坦克。2015年的93阅兵，2017年的沙场阅兵，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99A坦克。好多朋友都问我，说那么今年2019年的阅兵用的还是99A坦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次阅兵的99A坦克，它无论是从战斗性能、打击能力、防护能力、装备的这种战斗性能上有了很大的跃升，更重要的是啊，这种装备的性能从原来的这种合成化向现在整个信息化的一个迈进，在战场上等于给99A坦克安上了眼睛和耳朵，完全实现了这种信息化的这种自主式的装备。我见证了陆军的装备更新换代，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我们的机械时代向我们信息化时代迈进的一个重要的步伐。实际上我们这支部队啊，包括全军的受阅部队，它不是为了受阅而准备的，我们的部队下了阅兵场就可以直接上战场。但我想啊，这样的受阅姿态更返璞归真，人民也可以放心。和过去几次阅兵相比，国庆70周年阅兵除了规模和装备超越过去历届阅兵式之外，在流程、方队构成和设计上都有独特的考量。实际上本次阅兵从上到下各处细节都体现了新时代强军思想的点点滴滴，而很多部队在结束阅兵之后也立刻返回一线，投入到各种演训当中。如此突出实战化，使得本次国庆阅兵必将成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是空中梯队的领队机梯队，由空军丁来航司令员担任空中指挥员，充分体现了军队高级将领听党指挥、带兵打仗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我是舰载机梯队的飞行员袁伟。我是本次阅兵教练机梯队教十方队3号机飞行员李亮。我是预警雷达方队1排面机准车驾驶员王小龙。我是空中歼击机梯队歼20飞行员陈刘。我是火箭军装备方队承载员副总教练张博。我是火箭军装备方队承载员袁峰。我是此次阅兵无人作战第2方队驾驶员姚成军。我们是地空导弹第2方队受阅中队驾驶员，我们是第2次受阅。我是第2次参加阅兵，很荣幸参加国庆70周年大阅兵。能够参加70周年国庆阅兵，我倍感无上光荣。我们空中梯队代表了大国空军形象，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威军威。飞行员的前方飞行，我们在后方保障。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繁荣昌盛。祝愿祖国荣耀。